哎呀，街坊邻居们都在呢。咱们社区呀，要搞一台演出。咱们幸福小区呢，出的是一个京剧的节目。一提起京剧，我首先想到的是王叔，因为王叔唱得好。我打电话给王叔了，王叔在海南看儿子呢，没招，我只能请我爸。我爸这京剧说实在的，那唱的不怎么样，高音上不去，低音下不来，我得求我爸。 爸呀，爸，哎，那个咱们社区呀，要搞那一次演出，你知道不？我听说了，不都大伙踊跃的报节目吗？对，咱们小区呢出了一个京剧的节目，好啊！你看，京剧传统文化，第二呢可以彰显咱们社区老年人的幸福生活，太棒了啊！一说到京剧啊，我这个脑子里边首先想到的是你王叔。 我想到的是您，说实话啊，王叔唱的确实比您就好那么一丢丢，只是一丢丢啊。但是吧，你在气质这一块，你比王叔好。我比王叔气质好吗？其实你唱的，我认为已经很好。是吗？你那个高音上不去，低音下不来。 但是爸，你就总身材上来说，你比王叔，我比他肥，个头，我比他矮，头发，我不比他多啥。看爸，看您怎么老呛我呢？但是你在气质这方面，你比他好。气质这事儿，你说两遍了。这遍是街坊邻居们说的。啊，这回参加这个演出，可不白演啊。 每个人都送一箱辉山鲜博士，鲜奶就喝辉山鲜博士，鲜活营养随时享，健康生活真像样。刚子，哎，那我光喝奶不演出行不？那能行吗？你那不行，爸，你是不是有点怕王叔？我怕他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刚子。啊，来，我跟你说，啊，我过去吧，说实话啊，啊，我唱的是不如他。 但是我努力啊，我学习呀，我进步了，不信你听听啊，全少娘羞流泪，面背上养老送终的臣那当伯年之后，第九十年带小弟，儿郎昂昂昂，好，爸，真不错。 鲜博士呢？爸，接哪？哎，爸，你干啥去？要演出了，我不得把脑袋先刮一刮。对，我这得割好了。爸，你去吧。哎，慢点，别刮破了啊！哎，给我，就这么难的问题，就这么简单就给解决了。赵刚子，你真是个人才。 刚子，哎呀，刚子，王叔啊，你从海南回来了？啊，我回来了。不是，王叔，你怎么穿这么少啊？你不冷啊？啊，我走的时候穿这个正好。啊，哪想到这么几天，雪上加雪了，我呀，哎呦，不用，不是，我呀，啊，接你的电话之后，我想了想，我不回来，我对不起你。 你想，这回咱小区上了节目是京剧，啊，京剧出了我谁还行？不是，对不对？我要不参加咱小区的这个荣誉给丢了吗？王叔，你要唱啊？我不唱，我回来干什么？我有病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为了咱们小区的荣誉，就得上最好的节目，最好的人。哦，哎，我听说怎么的，上这个节目还有那个什么，先博士。 是，那个这样，王叔，您赶紧回去吧，别冻着，回头我把鲜博士送你家去。啊，行，你别忘了啊，快走吧。这个天可受不了。完了，出事儿，这怎么整？王叔回来了，这按实力，这得让人家王叔唱，但是我爸那边我都答应了，你这怎么整啊？把我爸退喽。 会吗？
别喊了，你喊啥玩意儿？你不好退，你以为是七天无理由啊？你这没事，赵刚，你是聪明的，你是智慧的，你是可以的。爸，爸，爸，你干啥呢？不是要演出，我刮刮脑袋，我得亮堂点啊！哎呀，爸，你说你真是的，你刮他干什么玩意儿啊你啊？哎，不能太认真。啊！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我不能太认真？我们搞艺术的人是严谨的。爸，不能再刮了，因为你脑袋上也不富裕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想了一下。啊。哎呀，参加这个演出的事儿吧哈，我觉着还得是让我王叔去。你王叔怎么回事？爸呀，啊，那个王叔他从海南回来了。啊，你王叔在海南，完了你就让我唱。他从海南回来了，我就得让给他唱。我是你王叔备胎呀、啊，爸，你别着急啊，就咱平心而论，你跟我王叔比，谁幸福？那当然我幸福了呗，对不对？爸，你看啊，嗯，你有三个优秀的女儿，嗯、王叔有吗？他就有一个儿子还不在身边。对呀，你有两个优秀的女婿，王叔有吗？他就有一个孙子还欠着灯呢。最重要的。你有一个爱你疼你的老伴儿，王叔有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有点心酸。我爸，我跟你说，一说到这儿，我其实心里也挺难受。你说啊，王叔现在就剩下唱那么两口京剧了，是吧？这次演出是他唯一的一次展示自己个性的机会。爸，我觉得您要把这个机会给他剥夺了，我觉得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残忍？不是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怎么觉得我干这事儿，我有点不是物呢？爸爸，我就觉得你得给王叔留一条走向幸福的道路。刚才你别整了，你再整我就哭了，我呀。爸，那你说怎么整？这个演出啊，让你王叔去。爸爸，我得学习你这种精神，爸，你这格局啊。哎，你就这么定吧，就让你王叔去。行，爸，你等一会儿啊，先博士呢？去。你要干啥呀？不是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就是你参加你才有先博士，你不参加你就没有先博士。那怎么我要不唱戏我就不能喝奶了？那当然喝，但是你喝你得自己花钱买先博士。啊，行，明白了。啊，先博士，哎，喝着我没拿，就是，来，你给他吧。行嘞，行了。我就是这个失误了，我进屋我不先刮头，我先喝仙博士好了。对，就这么难的问题，就让我这么顺利的解决了。赵刚子，你真是个人才。爸啊！哎呀妈，王叔，爸啊！我正要给您送仙博士去。别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喝仙博士资格了。王叔啊。你这话里有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回去试了试啊，啊，我觉得我嗓子好像不在了，落海南了，落什么海南了？落海南了，就是老长时间不唱戏了啊，一唱找不着京剧味儿了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一张嘴全是山东味儿，你不能，不信你听啊。秋胡大马是奔哪家的？路上的行人是马不停蹄。哎呀妈呀！早丢死个人，没有脸了！我不唱了，不唱了！王叔，你不能唱了！王叔，你这个人，哎呦我的妈！不唱了，王叔。完了，怎么整？再把我爸叫回来。行。我再给我爸下一单。没事，赵刚，你是聪明的，你是智慧的，你是个人才。爸，哎呀，爸，
啊啊！快来快来快来！哎，哎，爸，你找什么呢？我那生发灵，就你看我那生发灵没？你要生发灵干啥呀？那我这头这边刮一半，这边还有点茬，它不平衡。哎呀，爸呀，你靠生发灵那得多长时间才能平衡啊？嗯，来，别动，坐好了啊，别动。Okay. 别动别动，你把这边刮了它不就平衡了吗？哎呀，你这招省事儿。我跟你说刚子啊，刚才你一说让我去演出啊，我还真挺紧张。嗯，这说不去了我还挺放松。爸啊，你怎么能放松呢？你得紧起来呀。不是，你一会儿让我松一会儿让我紧，我松紧带儿啊。我爸呀，我刚才好好的又想了一下啊，我觉着不能让王叔去，还得您去。不是，你不要给他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吗？爸，你想想，就王叔那个水平，他要一唱，他是不是就红了，就火了？肯定的呀。他要是火了，他是不是得膨胀？他膨胀我不怕他。他不是，他回头在您面前嘚瑟，他嘚瑟我也不怕他。他有我幸福吗？他唱戏比你好。他有我那么好的老伴吗？他唱戏比你好。他有仨闺女吗？他唱戏比你好。他有俩好姑爷吗？他唱戏比你好。你老噎我干什么玩意儿？就王叔在你面前嘚瑟也就算了，那如果街坊邻居们都说你唱的不如王叔，爸你受得了吗？你想想这后果挺严重啊。那可不，刚子，哎，为了避免这个严重的后果发生，嗯，我唱。好的，先博士的爸接奶，有这口奶垫底，什么老王老杨盘他紧起来。干了啊，建博士拿来。王叔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又要唱啊？我要唱，我找着了，我一穿这个蟒袍，京剧的感觉找着了啊！弟弟，老鸟，嘿，你，这谁呀？跑我们家叫板来了？嘿，办上了。你不是严冬卸油，准备往脑袋上耍吗？我往脑袋刷油啊，我还往脑袋上刮大白呢。我跟你说，老三不用刷了啊，你在家待着，我去。你凭什么去啊？要去也得我去。我是为你好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要去了，高人上不去，低人下不来，那下不来台呀。我乐意。我这话谁说的？当了，我可没说是你说的哈。哦，爸，我就是借啊啊啊，明白了。你就是借我这个坡下老王这头驴。不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唱的比你好。你唱的比我好，我比你幸福。你别，我你这话谁说的？刚才我可没说是你说的啊。不是，王叔、啊、哎，你说这个话都对不起啊！我从海南跑回来这一趟，是吗？你知不知道？你在我心中啊，我跟你说，不是撒谎的孩子。你看现在撒谎的，哎呦，你做人失败，太失败了。我跟你说，赵刚子，你今天一阵风一阵雨，你前言不搭后语，你怎么学这样呢？你是爸爸，你在我心中原来是在这个位置，现在啪掉这儿来了。你就是一个不会撒谎的。对，你说什么假话？你就说，你们别这么折磨我了，行不行？啊，这事赖我吗，爸？啊，王叔，你说你在海南你回不来，我请我爸了，完了我爸出来了，咔嚓你回来了，完了我就得把我爸退了，我爸刚退了你来了，你说我不唱了，完了我又得请我爸出山，我爸刚答应你看到了，你说我不唱了，你们干什么这样啊？爸，王叔不带你们这么折磨人，你看看你们把一个聪明善良有智慧的物业副经理都逼成什么样了。干什么呀这是啊？完了，你唱你还要喝奶，你唱你也要喝奶，我又不是辉山奶牛，我哪来这么多奶？老王，你看你把我姑爷逼成什么样了？刚子，起来，我不对，我给你道歉，行吗？啊，我王叔啊，咱为什么要演这个京剧？嗯，因为现在爱听京剧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对，咱小区好多票友都惦记欣赏你们的才华呢。我跟你说，王叔，为了这个活动，咱们小区整个都动员起来。是吗？我都请了好几个助演。啊，助演，助演啊！我给你当助演这回。行啊，行，不光助演吗？啊，我把乐队都请来了。哪有乐队？哪有乐队呀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哎呀，真有，那不都是咱小区那些孩子？对呀，都是咱小区的。助演们，上来吧。两枪啊！三号楼的，哎呀，这孩子我认识。你刚才那个姿势不错啊，这姿势，但是不太圆。你以后吧，你圆点弄，你这样。爷爷，哎，您端着盆水到哪儿去呀、啊？老范，你就别给人说戏了。你看人这小伙儿多精神，学京剧哈、啊、好，京剧讲究京韵京腔，有吗？大人呐，请。好，好，嘿，这孩子叫门比我还好。给我爸还问别的呢，来吧，展示一下。唱哪段啊？扎美啊！那我来包工，我来包工，我来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主一副，你们俩就别争了、啊，咱仨一起唱包工怎么样？行啊，来吧。驸马，驸马爷，今天看端枪上写着。三十二岁呀，壮壮当朝，驸马郎啊，骑军马啊，苗皇上啊，回鹘男儿，赵东闯江闯之涯，只在了夜里大堂啊上。呀！哎，没想到你唱的也挺好啊！哎呀，我不行，我这不是跟您学的吗？这就叫后继有人。好，王叔、啊，爸，咱去排练呢。走着，走着，排练去喽。